近日2014秋冬巴黎时装周隆重开幕，甚少出席时尚活动的王菲此次也亲飞巴黎看秀，并享受当地风光和美食。五日晚上，王菲在网上晒出和赵薇的亲密合影，两人身处咖啡馆，有说有笑，王菲还对镜头自拍，笑容灿烂，看上去心情十分好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